为了你我拼了命，哪怕面对枪林弹雨，隔着生死的一道门，我保证不离不弃。最难舍是这份情，在你面前我要淡定，撑起多少个黑夜，绝不让生命叫停。我们坚信有爱就会赢，你有多痛我就多痛心，有难一起扛，共分难才更坚强，风雨中凝聚民族的力量。在疫情里面我们有试过去到一个家庭，他是因为那个人是有点精神问题，有时候拿物资上去的人会被他拿的刀或者斧头来对着他，但是我就导致很多人不敢再送物资过去，只有我敢送了。因为我去到他那家的时候，我敲门，然后我会退后反顾，要怕他有时候他拿着斧头这样子你，因为他是脑神经有点问题，而且他住的房子就快倒下来了，而且他里面是没有水也没有电，他是靠喝什么喝河水或龙沟沟渠的水为生，所以每个星期我就会带很大量的水啊食物啊就拿上去给他了。大家下午好，我叫林国明，来自沙巴州的山拿根，也是沙巴华龙武术协会的副主席。在疫情之前我们是有推展武术还有舞狮还有舞麒麟等等的文化了。大家好，我是来自麻坡八口观世龙龙石川，我是在团务里面是担任创办人跟那个教鞭，所以我们的社团的活动在于高壮舞狮传统青跟那个舞龙。所以我们一般上都是通过电话联络跟我们申请那个物资哦，所以我们一般上都需要去通过 GPS 啊去找那个地方每一个准确的地方，所以有一些地方是GPS 找不到的，所以变成导致我们需要去绕过很多小巷，然后有一些车子进不到的，所以我们变成需要搬运。大家好，我是唐伟杰，我是来自雪州安邦精英公司体育会的秘书，我们社团是有舞狮还有舞龙。在这一次疫情的期间，我们也是有做几个捐款给社区，我们是有通过联络我们的社区的 YB 还有 Food Bank 还有孤儿院，我们是有联络他们看他们需要什么的物资。大家好，我是来自安邦精英龙狮体育会的主席陈富良。这次的疫情我们主要是我们精英的团员大家合资捐款来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然后这次我们的捐款呢主要是帮助我们社区的三个地方，其中一个就是安邦区的第八区的这个市议员这个居民协会，然后接下来就是莲花园的这个州议员，然后还有就是这个菩提之家的孤儿院，然后这次我们是购买一些他们需要的物资，然后把这些物资发给他们，由他们的这些管理员来发放给有需要的这些居民。大家好，我来自 KL，是张荣兴师傅，是兴国龙狮体育会的创办人，我们的专长是观象手和三太子。第一届马来西亚国际水上跳桩狮王争霸赛开战了。作为我国第一次主办的水上跳桩比赛，这赛事成功吸引了多达23支来自国内外的舞狮队参与其中，而且还被写进了大马纪录大全。我们曾经搞过一个国际水上跳桩，仲有文德甲水上赈灾，300个老人家慈善活动，变靓水灾赈灾，我哋嘅会都有去搞过呢啲咁嘅慈善活动。我哋嘅会咧一直以嚟就同马来西亚龙狮麒麟总会合作咧，都系做啲送物资俾医院嘅，类似系 PPE 啊、mask 啊、手套之类，佢哋需要啲乜嘢，我哋尽量去配合医院送俾佢哋。
大家好，我是老林，然后来自水浪的延龄龙狮，荣誉龙狮体育会的创办人，也是总教练。所以我们的活动是为龙狮为动啊，我们就有派过物资是在吉隆坡的古都那边，然后巴格林斯利在启雄街那边，所以启雄街就比较多人了。那么外劳就有，然后三大种族都有了，我们也不分了，都谁来拿我们就拿就派了啦。我这边 cover 的呢有包括很多，包括巴杜巴哈、槟城、新山、古莱区、柏林、丹波，还有那个新山，还有那个巴西古冈啊、马赛哪里我们都有了。哎，大家好，我是来自新山江家布莱南华武术龙狮团的负责人，也是总教练。我们有龙狮、北狮武术。我们南华在曾经哦，我们包括朱文的时候，我们也是有做过筹款，然后包括印尼大地震的时候，我们都有做筹款。我们一路来都有，每一年呢、啊，我们都有做筹款，或者去老人院或者哪里，我们都有去做赞助，有去做物资这些的。可以更帮助更多人，所以我现在我的手上的名单都还有过千个人都还没有被援助到，所以我们也希望再走下去咯，大家努力了。都也这边很庆幸我们的这些五十届的这个举动也感染到我的一些员工啊，有竹筒跑来的，所以他们本身也将他们本身的工资的一部分捐出来，自己去买这些物资啊，然后自己去分发这些物资，这个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感染力啦。所以希望接下来我们马来西亚能够更好的去度过这个疫情。面对到一些比如讲需要特别照顾的，像有一个 case 每个月需要照顾的，长期性的。比如说有个动过手术的小朋友十岁了，他动过心脏手术，他的心脏是用电池心脏，他每个月需要2罐特别的奶粉，所以现在我们有免费每个月就找人家赞助的奶粉。另外就是有一些是动过手术的那种老人家，他的脑科这边已经是没有一半的，他每一个月需要10罐奶粉，那种 special 的 case 我们会比较照顾了。我们比较 focus 在这种的需要帮助的家庭啊，做慈善的路上，当然我们是要感谢一般在后面默默支持更不愿透露名字的那种热心人士。我们做慈善就好像龙之人的精神一样，怎么样一样，就是说面对困难勇往直前，越挫越勇，不管前面的路怎么样难走，我们依然一步一脚印慢慢的去走下去，希望在此能够帮助更多的人，还有感谢在后面支持我们的人。我们坚信有爱就会赢，无法拥抱却离你最近，真情守望长江黄河水流长，我们凝聚起中华民族的力量。